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懂是悠蛮。本来呀，这局是想继续练兔子的，结果遇到了四太妃阵容。哦，想了想，我还是不换黑帽了，就拿兔子练手了。还有就是，最近冒充我的玩家不少哈，有的小伙伴还被骗了礼物，大家还是要注意分辨一下噻。开局先布置一下地图哈。我学这机械鼠都没抓到，见鬼了这是！并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哈，兔子的跳跃高度非常低啊，这里都跳不上去。哎，我是醉了，先把这随机喝了，再去电影院布置一下。有机械鼠，我这爪子距离贼远呐，手感相当不错。哎，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玩起来有点笨重了。再把身上的药水喝了，直接下去。哎，有机械鼠。算了，还是放夹子好了。先不着急抓他们，再找找药水。这里面估计还有一瓶。先喝了。哎，直接出兴奋了呀，不错。再来个狮子吼。我去，喝了兴奋药水，直接一下吼死了呀，赶紧绑上。再捡个夹子，嘿，有人来了，好像还是刚才那个粉丝。小粉丝儿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直接命中了，来救人就是你不对了噻，马上。再放几个夹子。去，没吼到啊，再下去追一下。走你！我去，这火箭怎么都这么远了？哎呦，太远了。算了，还是让他去救粉丝吧，先把手里的绑了。再推奶了，再来个狮子吼。哦，哇，差点就打断了。我去，你跳上瘾了是吧？我看你怎么跳，往上。最后这粉丝也不抓了哈，貌似相当和谐的样子。你们觉得这个兔子怎么样嘞？最后啊，还没有关注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们。